Hello everyone， 各位大家好，我是虎人。今天非常开心能宣布，我们马上就是要跟加拿大轻省俱乐部联合做我们的虎人美国和虎人加拿大 U30 高峰论坛和颁奖晚宴的。这两场活动我都要亲自参加了，而且这里要强调的，我们唯一一个就是帕塔信的合作伙伴在我们2023年系列 U30 系列上，也就是这个加拿大轻省俱乐部所以非常开心，我们也就是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系列的活动，能鼓励鼓励更多的在美国和加拿大创业的年轻人发展的更快，发展的更好Thank you very much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Canada and seeing you in America. Thank you and see you soon. Bye bye.